主料，苹果35克，梨35克，红茶包2包，柠檬40克，辅料，冰糖35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所有的食材，苹果、梨去皮切小块，柠檬洗净切块。锅中加入纯净水，放入红茶包煮开，加入水果继续煮制，煮上5到8分钟后加入冰糖，冰糖煮融化关火即可饮用。烹饪技巧，这款茶也可以倒入玻璃茶壶煮制，各加两边水煮至无味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